各位港人港地的读者和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，在这里祝各位朋友呢是喜从珠来。过去的一年呢，立法会经历过两次的补选，多得很多市民的支持，令到我们建制的力量多了两位新力军，令到我们议会呢是更和谐、更理性、更能够聚焦为市民呢谋发展、改善民生。咁啊，嚟紧新嘅一年，我作为劳工界嘅议员，当然系会追政府尽快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，同埋落实14周嘅女士产假啦。咁啊，好多朋友都希望有更精彩同平衡嘅生活。咁啊，17日嘅统一法定假期咧，政府都要尽快推动啦。新嘅一年，祝各位港人港地嘅读者朋友喜从珠来，恭喜恭喜！